家中如果有养宠物，宝贝的身上难免会有体味，多半需要使用除臭产品来降低环境的异味。就有业者他就研发了一款电解水杀菌除臭机，除了可以清洁环境，还可以用来帮宠物洗澡，受到不少宠物美容业者的欢迎。开启水龙头，宠物美容业者一如往常帮狗狗洗澡，但他用的这台电解水机可是大有来头，曾获得国家生技医疗品质防疫产品奖，可除臭，同时也可杀菌。其实现在毛小孩真的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，那我们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会为他设身处地的着想，那当然我们对宠物也是。所以说，像我们这个微酸性电解水生成机，就是为了像毛小孩他一些最常遇到的问题，像是毛发上面的细菌，啊，或者是针对一些皮肤的状况来做一个很大的改善。电解水含有次氯酸，杀菌力强，杀菌范围也广，pH 值呈微酸性，对人体皮肤完全无刺激性，安全性高，甚至也兼具环保。啊，它就是添加我们的次氯酸。哎，次氯酸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内白血球一个防疫的因子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应用在宠物身上，它就变得去帮我们宠物来清洁它皮肤上面的细菌，然后还可以抓住我们臭味的分子，把它分解掉，达到一机二用的这个功效。那我们的设备来讲的话，其实就是自来水进去，马上就经过电解，出来就可以马上使用。电解水机除臭杀菌效果好，对人体与猫狗宝贝也无害，也难怪产品上市后受到不少宠物美容业者的喜爱。记者沈仲岱华新庄采访报道。